这边大哥来了啊，来了，就他就他就他，啊，是大哥，这确认了，大哥，这个是吧？这是领头这个，大哥，哎呀，这个，我已经套住他了。你看大哥吃草都这么有个性。啊，这两个青梅竹马吗？这两个不让我摸。他好近。好，你看我说不用东西都敢摸他。这小的害怕，我想剪过毛了都。就他。行啊，过来。我这么好心的对你，你却这样对待我吗？阿胖，嫌弃了。算上课。哇，犀牛的叫声好娇羞啊！那不是犀牛的叫声，很眷恋的，基本都是鸟的叫声啊。这是鸟啊，这不是犀牛啊？怎么可能是犀牛的呢？这犀牛的叫声怎么那么娇羞？你这么说，我就不参与。行，我试试刷啊，你说吧。你就不要怕，没什么好怕，它不会打你，又不会咬你，又不会吃你。哇！哇，你看见吗？对呀，所以不是我的问题。算了，老师，算了。怕什么？不是，我不想让他讨厌我。说了好，他记得住你。不想让他讨厌我，还讨厌你。